今日呢个缅恩街咧，就人气咧，梗系少咗，呢度系少咗，但系呢边卖嘢食嘅比较多咯，但系睇下嗰边嘅古董一条街冇晒人咯，去行过去睇下先。点解咧？嗱，你睇望过去系咁，但系行到埋去佢哋热闹啦。但呢条古董街咧就冇人啊，个个都唔出嚟啦。唔系话冻啊，啲人唔怕冻噶，但系就怕落雨啊。淋湿晒啲古董点得啊？嗱，真系冇晒。咁啊，呢家呢啲唔系古董啦。咁啊，系古董界唯一啦，已经系。嗱，呢度冇晒，个个都唔出嚟。好有一致性嘅噃，大家都唔出嚟啊，怕落雨啊。今日咧无啦啦，本来呢几日都唔系好冻噶啦，今日特别凉爽啊。华氏就53度，咁上下啫，即系12度啊，摄氏大约12度到啦，11、12度啦，怕。咁啊，呢一橛嘅人流咧，人气咧就已经冇咁多啦。我以为卖古董呢度，我真系古董喎。哦，原来美国嘅木工跑系咁喎，系古董喎。反而未见过啊呢样嘢，中国嗰啲木工跑咧就梗系见啦，见得多啦。但系原来美国嘅木工跑系咁嘅。嗱，嗰個係金屬嘅跑啊嚇，嗰個係金屬嘅，呢啲係木嘅。嗱，都好多人尋寶嘅喺度。唉，呢個真係開眼界啦！美國嘅木工跑，佢原來單手用個手柄嚟揸住嚟推嘅。个手柄揸住嚟推噶，大家未见过真系美国木工跑，系古老噶。嘿嘿，都有咁多人寻宝喎。那锤挺好的。工具都有古董的，你看这个车，这个车都没咋用的，我留了一个，这个也是这个车没咋说，它是生锈了，这个你拿这个绝对好，这老木头棒的，你看那个车多好啊，这好东西。不不不不这上还写着呢，在日本那个头棱原子弹那个阀就这个扳着拧的。地在的，不能像男孩的。对，像男孩的少。男孩和胖子。哎，五金古董真系没听过。明天还下吧？明天不知道，明天下就不错了。今天他会。我躺着那么腰疼的，我不知道能干了什么时间了。快啊，快！对他们说不知道几会儿不想干了，你知道吧？接货了就完事了。啊，我看我接了我也不投了，没有，我这两天把那个上个礼拜整了500块钱的货，这两天全出来了。嘿。
我看我这工具，估都估唔到咁多人寻宝啊！工具卖不卖完就自己了。上几天了就不是。